来吧。撞上一拧。哎，就到了。这录像厅一看就是倒闭的，看样子很久没人打理，都没人搭理你了。怪了，刚才是谁接的电话呢？来都来了，先调查这层啊，经典小台词。我来看看这能互动。落满灰尘的招牌隐约可辨别出山城文化宫录像厅的字样啊，看的是下面这个小黑板，然后这边是消防栓。哎呦啊，这有个失物招领，这下面还有个人偶。哎呦我去，啥玩意儿啊，欢迎光临。帆布后传来欢迎光临的声音。哎呦啊，有点吓人。原来是有人经过就会想到摇摇车。哎呦我去，你还是说爸爸的爸爸是爷爷吧，做成这造型也不怕吓到小朋友。嗯，放映厅亮了。他怎么自己响了呢？可能是那个故障，故障。这有点瘆人了啊。这边有个小黑板，然后这边有个电视。来吧。桌上放着一台电视。山城文化宫录像厅怎么看上去这么新？有人在吗？哎呦，女主哦，嗯，这年头的节目还能跟观众互动？你是徐清源道长？哦，你就是老沈说的新人，幸会，我叫秋无。哎，你看啊，你怎么认出我的？沈局说过你的山城话不怎么地道，还带点北方口音。啊，我是小县城散城嘞。嗯，哎，那什么，你怎么跑电视里了？电视里？对呀，你就在电视里，跟监控画面似的。奇怪，这附近没有摄像机，我能听到你的声音像是从头顶传来的。这么说不是监控画面？你还记得发生什么吗？10分钟前我来到商城，我见你不在门口就摸进去调查，摸去商场很黑，我找不到路，等再回头恍然如梦，再回头我心依旧，我发现来时的路也消失了，刚才突然一亮我就在这儿了。咱俩几乎同时到的，我没看见你。奇怪，现在能看清了，我调查一下怎么回事吧。哦，我在游戏里面玩别人那个看电视，好，然后我现在还能控制这个女主了，可以调查一下啊。录像厅啊，录像厅不是2年前就倒闭了吗？这里不像快倒闭的样子，所以有可能进入了一个时间裂缝，然后秋无穿越到了过去。啊，看样子至少是2年前了，是吧？今日新片儿，哎呦，变脸儿，三宗罪。变脸是金凯瑞演的吗？95年的电影啊。略懂略懂，这几部电影很经典，所以印象特别深。呵，巧了，其实我对电影也有研究。真的吗？有机会可以一块看。哎呦呦，这就开始约了，这都不好意思啊。没关系啊，沈局说过他跟文化局的人熟，能弄到电影票，以后局里有观影活动叫上你吧。嗯，那算了，我不喜欢人多的地方。啊，还不和美女相约，似乎有一堵看不见的墙挡着。第四面墙吗？独吻。哎，这不是上海旅人吗？
上海旅人，一部讲述除妖师为百姓降妖除魔的电影，很有意思。哎呦，这个上海旅人也是一款我非常喜欢的国产游戏啊，比较玄幻，比较那种神话的感觉啊，推荐啊，推荐。什么？然后这是什么什么 Love？ 恒康 Love 啊，这有包间。这消防栓，消防设备最新的检查日期是1995年6月，啊，所以真的是穿越到了95年了，95年年中。就搜集的线索看，这里是95年的录像厅。沈局说，这一年三眼神童在录像厅表演一举成名，那张光盘跟录像厅也有关系，得好好调查录像厅。姑娘，我还没搞明白你怎么在95年，你倒是挺能接受现状，啊，遇到怪事波澜不惊的啊。过奖，我接受过训练，知道会遇到稀奇古怪的情况，所以有心理准备。啊，等会儿，你觉得我在夸你，不是吗？姑娘，老沈让我带你，我得保证你的安全。你先别动，举起手来，不是，我想办法举你出，救你出来。徐道长，你一定理解错了，沈局是让咱们搭档，不是把我拖岗给你。你这小姑娘怎么听不懂人话？再说，局里的入职培训指南说了，调查中可能遇到无法解释的现象，多是幻觉，不要恐慌，保持冷静，辨别真假。落款徐清源，啊，所以我们这个徐清源道长之前也是在局里干过事儿了啊，而且还有一个这个入职指南啊，别人都一路向北，他指南，我这么写是为了安慰新人，让他们别害怕。你怎么反而挺兴奋的？徐道长，你放心，这是我第一次出任务，绝对不会拖后腿。哎呀，那更不能放心了。呵，你比我还会安慰人。那我在这看着。如果有什么异常会告诉你。明白。啊。情报关于幻想，当人受到特定电波药物等因素影响后会进入幻想，幻想包括幻听、幻视等。幻视影响程度有轻有重，幻想也会呈现出不同样貌。假作真实真亦假，不可被幻想迷惑。行，那我们可以进去了吧。哎，这有个失物招领啊，都是同样的场景。又出了好几张新的海报，但是看不清是什么的，什么胭脂什么东西。然后这是一种乡村爱情的电影海报，然后这是香港爱，欢迎领导莅临指导，这是什么领导？包间。哎呦嚯！门帘后伸出一双形如塑料模特的手，检票啊！一只手握着检票钱，另一只手似乎想要什么东西，两枚硬币，是要门票吗？去售票窗口看看吧。要检票啊，事挺多。可售票员模样的人背对着窗口，如同死气沉沉的雕塑。欢迎光临同志，现在还售票吗？票已经卖完了。同志，有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，如果你能帮我解答，我可以让你进去。什么问题？我和他们一样，里面是空的，什么都没有，连硬币都没有吗？我穿上衣服也不是人，他们披了一层金就被唤作佛。你说这是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披了金呢，谜底已经在谜面上。他们是谁？他们晚上来，晚上来就是领导吗？也许你在犹豫该不该回答，我就不为难你了。你运气好，本来票都没了，结果他们当中有位没来。呀，领导临时有事儿。你帮我办件事儿，我就把多余的票给你。什么事儿？我得在黑板上写要播的片名，可是我出不来。你帮我写一下吧。黑板就在右边。某本的呀，有，啊，我们刚才见到了啊，一个是变脸，一个是三宗罪，啊，甜蜜蜜，霸王卸甲，三宗罪，奇怪，怎么写不出来？是吗？哎，这个朝阳牌是什么粉笔吗？为什么是2000年呢？就是现在可以预购了，这个粉笔是吗？5年之后出个半成品，然后2年之后再补个 DLC， 而且粉笔盒上写着2000年，我不是在95年吗？姑娘，所谓镜花水月，变化万千，也许你此刻在95年的幻想里，彼时又在其他年代的幻想中。
啊，来回穿梭，来回横跳，反复横跳。他能否通过其他年代的幻想寻找这个年代的线索呢？嘿，悟性不错，一点就透啊，一点，现在是 1.05 了，他不透了。既然写的2000年，徐道长，你那里或许有线索，我去看看怎么回事。啊，所以就是通过两边的这个搭配啊，配合，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吗？黑板上写着三宗罪，笔记相比较其他字很清晰。刚才女主写的，应该是秋福刚才写。手底之内，先找找哪里有粉笔。啊，找个95年的粉笔是不是？桌子上放着三颗旧粉笔，写着不同年份。取95年的吧。你即使忘了，你选个最老的粉笔，他也不会错啊，因为最老的粉笔肯定会对其他粉笔说：“我吃过的粉笔灰比你们写的字都多。”嗯，也写字儿，果然写不出来。不过这样应该没问题了，去跟秋夫说一声。怎么样，姑娘？我写好了，你回头看看。哎呦，字迹还稍有不同啊，真的出现字了，怎么做到的？纵使幻象千变万化，也是基于真实的东西。这黑板，这电视，都是真实的东西，从根源上改变其状态，幻象也会随之变化。现在理解不了没关系啊，以后利用这个原理的机会多着呢。嗯，行。获得情报，关于幻象二，进化水域变化万千，不同的幻象会交错纠缠，可通过此幻象寻找笔触幻象的线索。纵使幻象复杂莫测，也是基于真实存在的东西，从根源上改变其状态，幻象也会随之变化。 OK， 跟收货员说一说。同志，我写好了。谢谢，这是您的票。贵宾券啊，一排三座。要是不知道怎么检票，可以看看您的座位号。祝您观影愉快。我们那还得自助检票吗？呀，一排三座啊，那就是中间这个是不是？最中间 C 位。呀，不对吗？啊，那就是打13就可以了。那和几排几座没关系吗？行吧，不太明白啊。小时候家里穷，没去过录像厅。奇怪，检票员刚刚声音好像是那个售票员。这里就一个员工吗？可能他们用的一个音源。我在电梯里也听过这个声音。啊，周围没啥东西，来着。张成峰啊，说了多少次了，在外不露脸。柯辉啊，哎，老张，别这么大声说话，吓着妈了。妈，听你张叔的话，把锅子带上。啊，这就是那个三眼神童。哎，这就对了。爸爸，你杨叔说了，今天的表演和以前不一样。如果成了，会有很多人关注你，然后就当上百万 UP 主了，是吗？他们当中有坏人，坏人会记住你的样子和声音，时时刻刻想着害你。你要习惯不露脸，不说话。有什么话，杨叔会替你说，记住了吗？点头。张成峰，给你买的鞋合脚吗？合脚。怎么回事？说了别出声啊！套路他，太坏了。老张，娃这么小，哪能这么快适应？你这脾气得改改。老杨怎么了？在屋顶唱着你的歌，他想独自待会儿。真新鲜，老杨也会紧张。这场表演关系重大，走错一步就没机会了。咱哥仨混了这么多年都没出头，现在让这么小的孩子扛起这个重任，
娃，你想喝汽水吗？叔给你买。娃点头。老丈，我去去就回，你别板着脸，娃看了紧张。他们说晚上的表演关乎能否出名，难怪，看后面的布置，今晚有大人物要来，说不定就有捧红赛眼神童的人。怎么了？听赛眼神童的声音是个女孩。我是个女孩？她从小被大人当成赚钱的工具，见不得光，最后还死得蹊跷，真可怜。光盘制作者把线索引到这来，会不会是想让人知道赛眼神童的过去呢？现在还不能下定论，继续调查吧。这座位上有个钱包啊，我们先可以看看那个后面的一些告示。录像厅已重新装修，可能有轻微异味，若给您带来不适，本店诚挚道歉。装修。失物招领，今天下午一位邱秀女士在播放厅捡到钱包，内有现金若干元，请失主来售票处认领。特别感谢邱女士拾金不昧，还有个赛眼神童的标志。捡到贵重物品请及时交予售票处。 OK。是哈，明显的违背了时间线。万威说这事我熟啊，拿到一张请柬，上面也画了三眼神图。徐道长，你还需要用算命机算命？那什么，同行交流而已。同行交流，交流病情。那这我们是不是得把钱包拿走啊？一排二座上有个钱包，捡呐，别客气啊，捡不了。在这儿，真有人落下了钱包。获得遗失的钱包，然后我们怎么说，去失物招领处，去售票处问一下呢？同志，我在放映厅捡到一个钱包，谢谢。能说一下您的姓吗？我们要在招领启事里感谢您。这就不用了，这是上面的规定，拾金不昧的精神值得表扬。我姓邱，耳朵旁的邱。邱女士，我代表录像厅再次感谢你。不用谢，晚上场的票还有吗？您不是有票吗？这是下午场。邱女士，票有使用次数，但通行的权利没有。不信的话，您看看手中的票。哎呦呵，恢复原样了，变魔术。对了，每场结束后你们会清场吗？当然，这也是上面的规定。它上面好多规定啊，规定。那这个钱包应该是上一场观众留下的。啊，不是，这是邱武说的。那这个钱包应该是上一场观众留下的，是不是三个大人一个小孩？算上您的话是四个大人。你知道这个钱包是他们当中哪一位的吗？如果您想知道，可以去入口的失物招领箱看看。啊。说不定能找到失主。走吧，我们来这个失物招领看啊。哎呦呵，里面藏了个 GoPro， 怎么还有人把神像落这儿了？再看看其他柜子吧。我隐约还能看到这个神像的剪影。哎呦，售票员，哪个是售票员？可能是左边的，看这个装扮，
杨哥，您来了。杨哥啊，杨伯宏。小吴，最近生意怎样？凑合，最近查的严，好些片不敢放。对了，杨哥，有人在方式捡到钱包啊，我认出是您的。啊，原来是杨哥的。杨伯宏。呵，还真是。平时没少盯着我的钱包啊。啊，确实哈，但是他说不定翻了一下看到里面身份证了。杨哥，您说笑了。杨梦，怎么少了一百？哎呦，95年的100可是大票，能换好几张10块呢。杨哥，您体谅，最近手头有点紧。哟呵，这售票员偷钱。你看，我也帮您做了不少事。有困难直说嘛，剩下100你也拿去吧。啊，一共就200，那这你拿着就是太显眼了，对不对？你哪怕把钱包私藏起来呢。杨哥多谢。嘿，不可能白拿，先让我看看事情办妥了没。杨哥，我办事您放心啊、嗯、您跟我来看看。哦，在旁边练功夫了，开始。哎呦，直接把售票员咔嚓了！啊，叫你不卖我摇滚区的票。何辉啊，我说哪来这么大动静？老杨，怎么回事？捡了我的钱包，偷藏了100。哎呦，我还以为多大的事。老杨，你这么小心，也会丢钱包？他知道的太多，这是我给他留的机会。哎呦我去，这几个人随便杀一个人都是小事了，都不惊讶的。可惜他心眼多，偷小钱。这种人迟早会坏大事。我天，没少干啊，估计。对对。咱们是要干大事的，晚上场快开始了，得把人藏起来。你打算怎么处理？我早有安排，过来搭把手。啊，早有打算了，